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利用两天的假期，我们来讲印度佛教思想史略。好，之所以加个略呢，其实是非常大架构的讲法。好，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需要补充的。好，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在两天之内呢，会有一个大架构的理解，之外会加上美术史略，是因为配合思想史，然后在图像上去做一点验证，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是以思想史为主，思想史为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我们先介绍印度文化的还有它的时代背景。那么各位手上也有讲义其实我们分了大概十一二章吧好，那这个是印度的整个印度的地图。整个印度地图它是一个倒三角形，下面有一个斯里兰卡。上面呢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流域，我们首先它就像几个三角形所搭配起来的，下头这个部分呢都是海洋，这个部分呢是喜马拉雅山，所以印度跟国外的跟外面的一个缺口在哪里啊？在西北印，在西北印这个地方，这样有没有概念这里都是海洋嘛，这里是高山，世界的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在这个部分，所以呢，在出入口大概都会走这个方向，会走这个方向。那在这里面呢，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这个流域，一个是这个五河流域，印度河，印度河在这个地方。那恒河呢在右边，它属于北印下头才是南印。恒河，所以我们读佛经是不是经常出现恒河啊？恒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印度人来讲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河流。所以先有这样子的两大流域那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佛陀诞生之前的这个背景佛陀诞生前的背景那要读印度佛教思想史非常困难的是年代的这个确立其实在学界一直都没有一致的没有一致的这个非常明确的那个年代因为各有各的看法那甚至印顺导师在早期的印度之佛教跟他晚年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在年代的定也大概差了五十年左右，不过我们现在所定的年代还是根据印顺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导师比较晚期写的这一部那所定的年代不然的话因为没有定年代简直没办法说了那佛陀等于是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在西元前511年诞生，那35岁出家29岁出家成道，6年苦修之后放弃了，在35岁的时候呢成道，开始有佛法开始有佛法，到80岁的时候入灭80岁的时候入灭。所以我们先有个概念，佛陀的时代在西元前500年到西元前430年左右，这样我们得概念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之前，那么我们要从西元前3000年讲起有印度河文明，还有呢到
吠舍创始，到旁遮普，到这个所谓雅利安文明。其实雅利安文明大概在西元前1500年才有的，然后到佛缘，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东方文明啊，在东边呢其实还有一个东方文明，它是王统文化啊，没有关系，这个部分呢我另外会有一个表哈。那其实佛陀的哈，这个佛陀创立了佛教，是东西文化的一个交汇哦。好，那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哈，大概以这个先介绍这个部分之后呢，就进入啊佛陀诞生之后，一直到佛教在印度灭亡1206年，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有1700年。啊，大概1700年的时间啊，那这个部分呢，从佛陀的啊这个在世传法啊，那么到入灭之后，因为经过了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大力的推动啊，所以呢，佛教的那个它的那个影响面呢越来越大啊，然后呢，到初期大圣的兴起哈，我这边用红色的呢，那么会配合图像啊，会配合图像，那么在佛传这个部分也会在过程中啊，我们也会配合一些图像啊，佛传跟圣基啊，然后呢到了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啊，因为阿育王当时候建立了桑岐啊，桑岐大塔，不过呢在大圣兴起之前呢是无佛像的时代，一直到大圣兴起之后啊，那么这个才是哈、啊、那么才开始有这个佛像的。那大圣佛教兴起呢大概在西元一世纪左右了哈、啊、所以会介绍的是贵霜王朝跟吉多王朝，正好它是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两个部分。那当然这里还看到有一个暗达罗王朝，是因为它的年代很早，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南北朝的时期啊，有北边的贵霜王朝，南边的暗达罗王朝啊，同时存在，那一直延续到吉多王朝啊，那吉多王朝是后期大圣，慢慢的呢就是密教的兴起啊，不过这些后面都还会有一些图表啊，那先有一个概念的哈、啊。那我们会除了佛传，还有我们去朝圣的圣基以外，我们会介绍的是桑岐大塔啊，阿育王时期没有佛像的佛教美术，到初期大圣啊，到后期大圣，初期大圣的贵霜王朝。啊，后吉大圣的吉多王朝之后呢，就变成后吉多了，因为在佛教美术就没什么发展了，啊，不过只是一个延续而已，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往南到南朝的这个暗达罗王朝本身呢，会有石窟艺术的出现，啊，石窟的空间的出现，啊，那大概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哈、啊，这个表因为非常庞大。这个第一次看就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啊。不过没有关系，先有一个概念啊，有个架构之后，自己就可以慢慢的去补充啊。好，那这个就是把上面这一段啊做了一个表啊，也就是刚才讲的印度河文明。那印度河文明，因为我们刚看了地图，它是不是在左边？好、啊，左边的那个三角形有没有？那个叫做五河流域啊。五河流域啊，它会有所谓的史前文明，大概在西元前3000年到西元前1500年啊。那雅利安文明呢就包括这个部分了啊，从西元前1500年一直到佛缘，佛陀的诞生啊。那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东方文明，东边还有王统文化，它其实出现在西元前1800年到西元前
500年，正好交汇在佛缘这个地方，佛缘这个时代，这样能理解吗？啊，从西元前1500年，慢慢慢慢呢，它会往东移，会往东移，然后呢，这个东方的王统文化会往西移，之后就交汇了。交汇正好是佛陀的故乡，啊，交汇在佛陀的故乡。好，所以呢，在这个第一个时期叫做吠陀创始时代。所谓的吠陀呢，是祭司啊，祭司宗教师对这个天神的一种赞颂的一个方式啊，他做下了很多的史诗啊，等于说这个诗歌唱诵的方式。那这个时期的。是殖民五河地方的时期，那是不是在西北印这边？有没有印象？有啊。从这个地方会慢慢慢慢往这边移，啊，佛陀的故乡在这个地方，这边还有一个王统文化，这两边呢会交汇，啊，会交汇在一起。好。那没关系，待会儿还有一个详细的图，就画着这个这样子交汇过来，合在一起哈。那所以呢，第一个时期是五河地方，这五河地方，五河其实就是印度河了，哦，它像个手掌一样，五条河，是不是在西北印啊？在西北印，它是以旁遮普为中心啊。当时候呢，从多神教一直到一神教并立啊。那么建立了什么宇宙观？当时候会有离聚吠陀、沙摩吠陀，啊，因为他以他这个吠陀创始嘛，啊，以吠陀就是对天神的一种赞颂。因为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总是会碰到风灾、水灾啦，种种的灾害，啊，那么会觉得好像是上天在惩罚我们。想要避免这些灾害，我们就会希望怎样？是不是要先跟上天去祈求啊？跟天神去祈求，所以就会有祭师啊、宗教师来担任这样的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会有离聚吠陀、沙摩吠陀。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崇拜自然神，因为大自然的这种风啊、水啊、雨啊，啊。这些呢，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一旦兴风作浪起来不得了了，我们把这个人民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生命上的威胁、财产上的威胁啊？啊，所以就要对什么天神的、自然神的一种崇拜。那这个时候呢，是四性阶级萌芽。啊，那四性阶级，婆罗门最高，为什么？他是宗教师。他是祭师啊，哦，因为祭师他本身是不是就是担任起人跟天神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啊？哦，希望天神能够赐予福报，天神能够为我们消灾解厄，能为我们增福延寿嘛？哦，那么就要怎样？要有婆罗门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婆罗门三纲里头呢，也是婆罗门至上哦。所以他是宗教师。领导一切，这是印度非常特别的地方。所有的国度大概都是王族来统领大众，是不是？啊，以政治领导一切嘛。但是在印度，它很特别的宗教领导一切。婆罗门的地位比什么刹帝利更高？刹帝利是什么？王公贵族哎，王公贵族。啊，佛陀是什么族的？悉达多太子，他太子是什么？刹帝利族，刹帝利族啊，之后才是平民百姓，啊，吠舍、首陀罗呢就是奴隶，所以呢，有一部《猿人歌》就讲说，这个婆罗门是从嘴出生的，从嘴巴出生，刹帝利是从什么？肩膀，所以他会从腋下。他是不是右胁攀着无忧树？悉达多太子从这里出生，很多人说怎么可能？那我们就要知道印度文化的背景，
这样理解吗？从这里出生就表示他是刹帝利族了。那为什么说婆罗门从嘴出生啊？因为他专门要唱颂啊，要赞叹天神嘛，是不是都要靠嘴啊？他就是啊，非常能够靠嘴巴唱颂的方式啊，用唱颂的方式，所以他是从嘴出生的。刹帝利呢，因为这个王族是保家卫国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他是由肩膀这边出生。那吠舍呢，一般士农工商市井小民就为了填饱这个肚子嘛，对不对？所以非常的辛苦工作，所以这个是从吠舍从哪里出生？从肚子出生啊，这个我们就会觉得比较能接受了，是不是？一般大家都想到就是从肚子出生，没错啊，哎，啊，那是普遍的平民百姓。那首陀罗呢？啊，首陀罗是从脚底下出生，因为他最低贱。啊，并且呢，会认为首陀罗是一生族，他这辈子完毕就没有了，其他都是再生族哦，都还可以再怎样，都有生死轮回的一个概念。这辈子完毕，还有下辈子，还有下辈子。印度人哈，非常早就在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中国人会这样想吗？不大一样，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人比较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学而优则仕啊。好，我如果我有能力，我学得好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当官呢，考去考状元啊，对不对之类的？哦，能够蒙皇帝赏赐，然后他就有权有势了，哦，那会是比较政治哲学，现实一些。所以中国人比较考虑的是生后到死前这段有生之年的这段，所以比较以人本为主，有没有？所以。以中国原来固有的文化啊，不谈生前死后的事。啊，未知生焉知死嘛，不谈生前不谈死后，比较重在有生之年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也常讲说，如果这辈子啊，这个有的人啊，这个成了达官贵族啊，这个门庭若市，到他告老还乡，门可罗雀啊。不止如此，还要等死，哦，是非常凄凉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未来。有没有未来？没有，因为没有死后这样子的观念。但是在印度，其实他很早就在思考，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些都是再生族哦，不是这辈子完毕就完毕了，他还有来世，哎，他还有来世。所以会去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啊。那当然，以婆罗门，好，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了，在印度来讲，婆罗门是非常吃香的。你看这三纲四性是不是都以婆罗门为首啊？啊，那婆罗门至上之外就是吠陀天启吧？他们认为这些赞颂天神的啊，这些吠陀都是好像天赐给的。赐予的，那就是要透过婆罗门来怎样，来用吠陀对天神的一种赞颂，所以呢，就会有所谓的祭祀万能，样样都通过祭祀的方式，啊，要消灾解厄、增福延寿，要能够哈，啊，这个获得世间的种种呢，会认为是天神给我们，啊，所以就得要去拜他，去这个啊，去祭拜他嘛。去向他们祈求，啊，所以这个是印度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啊，那当然这个时期第一个哈，啊，四性阶级萌芽的时期了，它只是萌芽了，到第二个时期才确立哦，于是他的那个吠陀是不是越来越多，啊，然后又出现了梵书，啊，那所以第二个时期呢？是从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700年，它两个时期了哈，它就是从五河流域印度河慢慢要往恒河去了，所以移民恒河流域时期，移民哈就往东移，往东移。那这个时候是一个梵教极盛，啊，所谓的梵教呢，啊，因为印度人
他所崇拜的天是梵天，所以他们又称为梵教，哦，又称为梵教，以梵天为首，对天神的祈求也以梵天为主啊，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以居罗为中心，一直到毗提诃王朝的建立，啊，所以这段时期婆罗门教处于极盛，但是而很快的又衰落下来了，哦，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衰微呢？其实跟这边的王统文化往昔有关呐，啊，啊，那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三纲四性是不是都以婆罗门为主啊，哦，以婆罗门为主嘛，哈，好，那到了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部分呢，最特别的是奥义书的出现，它的衰微其实跟奥义书也有关系，哦，那奥义书呢提出真心之犯我论，业感之轮回说，哦，这个影响为什么那么大？因为把对天神的仰赖回到人，我们人到底会获得的是福报还是灾厄，是我们自己所作所为，不是天神给的，不是由天神来做决定的，这样能理解吗？啊，本来一直都仰望天神嘛，拜托天神，祭拜天神赐给我们，到奥义书出现的时候啊，会有业感之轮回说，还有呢真心之犯我论，就开始讨论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所以我们曾经也常讲说，佛陀的时代啊，有96种外道，大家都在谈这个我，有犯我，有真我，神我，大我，不管什么我都是有我，只有佛陀提出什么无我，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何谓无我的这个无本身是在讲因缘法，我们不管怎样的有我，大我，神我，犯我，什么我，都是在想现象上的我。而佛陀讲的无我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否定现象上的我，而是在讲这个我是由众因缘合出来的我，众因缘离散中的我，有没有固定不变的我？没有，叫做无我。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哦，佛陀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因缘法，因缘法哈。好，那奥义书啊，奥义书的出现，那奥义书的出现呢，就会反婆罗门三纲。哦，不见得是婆罗门至上，也不是什么这个祭祀万能吠陀天启啊，对吧？因为已经回到我们人身上来了嘛，需要这些吗？就比较不需要了。哦，好，然后呢，是一个教派。第三个时期就是教派兴起的时代，啊，以摩羯陀为中心。那么在思想上，不是神教的思想，而是达本穷理之学，开始在思考人的问题，人生死的问题，生死解脱的问题。所以会有六师外道，有六派哲学，啊，这种思想是非常活跃，但是陷于混乱，因为各说各话都不完整。其实我们这里也看到，业感的轮回说，好像佛法里头是不是也说了这些？但是这个时候的业感轮回说还说得不全，是佛陀才说全了啦，这样理解吗？佛法才说全了，啊，这里已经开始 touch。已经去触碰到了某一部分局部的了，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开始王族领导宗教反婆罗门之沙门文化，因为当时候只有婆罗门才是宗教师，后来呢，不是只有婆罗门族才能够当宗教师，哎，哦，所有一切的，就说只要愿意在人生解啊，人的生死解脱问题，愿意去用功去思考的人，也都能够出家做沙门。在印度，出家人是各式各样，很多很多的，啊，他不一定是婆罗门族，啊，但是他可以成为沙门。那佛教的沙门叫做什么？四种沙门，有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四种沙门，
是佛教的出家人，在印度出家人很多，不单是佛教，但是在中国嘞，出家人大概都是佛教的，是不是？因为中国的本土的宗教是什么？是道教啊。印度的本土的宗教是什么？是婆罗门教啊。但是那边的出家人，因为他们的宗教的细胞，宗教特别注重宗教嘛，他们在宪法上也是这样规定，宗教在上哦。比方啊，耆那教的人他也吃素耶，出家耶，如果他去麦当劳啊，我们想说他可以去麦当劳啊，在印度吃素非常方便。在印度啊，其实素食是非常普遍的，他若到了麦当劳的地方说我是耆那教徒，你不可以拿荤，不可以拿肉给他吃，你拿肉给他吃你就犯法了，因为你必须要尊重什么宗教师，这样理解吗？哦，尤其耆那教他规定的那个素食还更严格哦，根茎类的不能吃，根类的，因为他认为吃了根以后防止哦，就破坏了他将来的继续成长哦，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不能哦，也不能是杀生的行业，他们的那个规定更严格哦，更严苛哦，也不能是杀生的行业哦，都不行啊。所以呢，后来耆那教就很多耆那教徒就去从事什么矿业，所以在印度钻石业是耆那教的在掌握的，耆那教非常的富有，因为他们掌握了钻石行业哦。好，这个是让我们稍微要理解，就说我们要学佛其实应该要回到印度的整个文化思想，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哦，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不懂那边的状况的时候，到了传到中国传到台湾是不是都那个有点失真了哈，难免，因为时间空间，时间这么长，2500年呢，空间这么大，对不对？文化背景差异这么大哦，假设印度人说他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很有兴趣，我们就说那你讲讲来听听看，因为我们毕竟儒家思想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来听会觉得对还不对，如果听起来儒家思想是印度式的儒家思想，我们会觉得那是儒家思想吗？哈，是不是有点糟践啊，就难免。所以其实那个思想的那个本质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哈。好，那这个是已经从东慢慢从西慢慢来到了东哦哈。那东方这边呢，因为在西元前1800年就已经有王统文化在这里，有7国7城，有10大王统啊。那这个地方呢是以占卜为中心，东方文明跟西方的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指的是这一段了哈，雅利安文明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雅利安文明它会比较以什么，以婆罗门为首嘛，对不对啊？这个确立了婆罗门三纲还有四姓阶级，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在东方不是这样子，它是王族领导思想与婆罗门对抗啊，与婆罗门对抗。所以也因为有东方文明的关系，所以有六派哲学的学风促使新宗教的勃兴，发展出东方的新宗教，东方的新宗教啊。好，所以呢世尊是东方的，却是接近西方啊。世尊是熏陶了东西方文明，摄取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吐气糟粕而创立了佛教。说实在这段哈，读到的人不多，但是应顺导师在《妙云集》里面有提到，有啊，希望回头自己可以再去找，在《妙云集》里面，尤其前面的哈这一段呢，啊，所以这两天所讲的课程内容，几乎都是以应顺导师的著作为主，啊。或许大家是不是有点觉得陌生，
但是不要怀疑哈、啊，这都有书哈、啊，都有导师的著作可寻哈、啊，导师一辈子的啊这种治学的功夫也是很深厚的哈、啊。好，那这个是介绍前面的这一段。好、啊，那我们看说哦，离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啊这一类的我们不熟悉，但是。这些会影响后面的，会影响后头。你看，离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其实这个都跟祭祀有关系，乃至跟咒术有关系，啊，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咒术啦、密教，啊，这个其实在我们讲义在最后头了了，啊，在后面我把这个部分。提到前面来让大家去做一点对照才会印象深刻啊，比方我们想要习斋啊啊，或者咒诅或者啊用调伏的方式来开运啊，到密教来讲的话它就所谓的增益啊，乃至到阿达婆吠陀的时候是以咒术为中心，乃鬼魅幽灵之崇拜，适用啊用以适应低级趣味者，用种种的幻术啊，也有种种的幻术哦。那世尊出世的时候呢，其实是婆罗门哈、啊，婆罗门的这三明很兴盛的时代，但是以世尊来讲，他只是略示寒容，对于咒法啊幻术则拒之唯恐不及呀、啊。啊，世尊并不赞成的啊，因为世尊还是希望非常理性的。是智慧慈悲的来看待这一切，而不是靠这些来的啊。但是因为我们有宗教信仰，就难免会跟这些怎样做结合。好、啊、好，那我们来看哈、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河流域，有没有印度河、恒河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从这里啊到这边来，也就是以旁遮普为中心，居留为中心，有没有毗提诃为中心，然后到摩羯陀为中心，跟什么占婆，佛陀在这个地方，佛陀在这里，各位可以看我这再放大了哈，这是五河流域对不对，印度河文明都只有在这一带，雅利安文明是不是到西元前1500年到佛缘啊，从开始的旁遮普，旁遮普大概这一带，旁遮普啊，这一带还有一个犍陀罗，先有个概念哦，这犍陀罗啊对佛菩萨像是有很啊，最早的佛菩萨像是出现在犍陀罗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个表，这个就是等于再复习一下了哈。从印度河文明，所以我们说有印度河文明，有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是一直到这边，还有一个叫做东方文明，是不是东方文明交汇在哪里，摩羯陀，也就是佛陀的故乡，佛陀的故乡，所以第一个吠陀创始时代是以旁遮普为中心，然后是不是往东走啊，到了居罗，哎，到了居罗，到了毗提诃啊，然后到了摩羯陀，那实际上呢这边占婆为中心对不对啊，占婆为中心，这边是有王统文化会往这边走，由东往西，由西往东，交汇在哪里，摩羯陀，这样有点概念啊啊，佛陀出生在啊这个摩羯陀这个区域啊，迦毗罗卫国嘛，迦毗罗卫国啊，所以佛陀我们刚才就讲世尊是东方的，他说比较靠东边，但是接近西方，因为西方文明是不是啊，这个雅利安文明会从西一直往东啊，确实接近西方，熏陶东西方文化，摄取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吐气糟粕啊，去做了抉择的，当然
哎，这个是要适应社会文化背景，但是佛陀当然还有啊，这个数世劫以来修行的啊，所验证到的真理的现象法则，然后创立了什么佛教。好，那这个是佛教兴起之前的一个背景，这样没有概念啊。那佛教的兴起，好，那世尊时代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了哈，在语言上面呢，东方会去反什么西方婆罗门，反吠陀天启。吠陀天启哈，这个吠陀的语法就是神啊对天神或者雅利安人的语言，宗教与语言呢会做密切的结合，加强宗教的信仰。以婆罗门文化是非常注重语言，所以他后来的复兴啊，后来婆罗门教就再度的复兴，在我们密教时期啊，这个婆罗门文化又再度的复兴，就因为他们已很早就开始啊注意到语文的整理工作，所以他们会有视差论的声调学啦，啊，什么传陀论的这个音律学啊，还有文法学啦，吠陀的难句式啊，种下了后来婆罗门教复兴的什么机运。好，那以东方来讲的话呢，雅利安人是散居各处啊，东方因为它有土著民族混合，语言到处差别很大，东方没有办法去说纯粹的梵语，他们讲的不是婆罗门的语言啊。那在摩羯陀跟毗舍离这一带的方言啊，比较接近这个，因为在印度的方言各种的语言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又分了有这个耆那教用的，还有像巴利语啊是佛教用的。那世尊对各方语言各处语言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一律尊重，听随国音读诵，但不得为师佛意。有没有佛教当中佛陀讲四依里面有个依义不依语，有没有依法不依人嘛，对不对？依义而不依语，所以佛教以佛陀呢他不会去统一语言啊，不认为佛教一定要用某一种语言才能表达。其实佛教的可贵是在表达它的甚深法义，是不是啊？是依义而不是依语啊，啊，要能够不得为师什么佛义才重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也是种下后来佛陀啊，佛教虽然在印度灭亡，却可以南传到啊，从斯里兰卡南传到东南亚，对不对？啊，从西北印这一带，经过中亚而到北传到中国来，是不是？啊，乃至在这个还可以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了西藏，是不是有藏传、有南传、有北传？啊，佛教却在其他地方呢，是不是依然还是存在活跃的？是因为语言没有规定。没有统一语言啊，哦，用汉文也行，用巴利文也行，用梵文也行，对不对？乃至藏文，是不是都行啊？哦，主要是不是还是要不失为，哦，不为师佛意啊？哦，那这个呢，会影响婆罗门的什么吠陀天启的权威，因为吠陀天启的这个吠陀是不是一定要用，哦，所谓婆罗门的这个语言啊？哦，所以语言是婆罗门教的武器之一啊，但是如果从西到了东方就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因为有东方文化文明的兴起，所以吠陀天启会不会受到动摇啊？啊，那婆罗门至上，好，我们讲的三纲有没有？婆罗门至上，这是社会组织了哈。那以西方婆罗门来讲的话呢，婆罗门是一切哈，啊，最高的特殊阶级，是由宗教的权威来支配一切、决定一切啊。那
以东方哈、啊、来说的话，虽然四星阶级已经存在，但是宗教师的这个婆罗门地位是不是比较低啦？啊，那么是由刹帝利来领导一切，是王族在领导，对不对？所以政治跟权力第一，宗教思想会受到什么政治的指导，这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东方啊，因为东方民族的这种复杂度，那由王统哈、啊、由这种政治来领导一切了哈、啊、还有呢，因为出现了奥义书哈、啊、真心之犯我论嘛哈、啊、犯我不二，还有业感轮回说，这不是婆罗门的产物，但是跟东方的王朝有关系。奥义书几乎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的擦出来的火花了啊，因为已经不是以这个祭拜天神为主了啊，所以东方的雅利安人，就算到了东方的雅利安人呼吸到东方的空气，也不大愿意受到婆罗门的支配，那非雅利安人也一村一落的各自为政，走向王朝统一的路向啊！啊，所以呢，婆罗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组织下，只有屈服，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啊。为了保持尊严，就只好怎样，不要到东方，在西方，婆罗门是不是还比较受到尊重啊？啊，但是到了东方呢，那么因为反婆罗门嘛。啊，破婆罗门至上，所以新宗教跟新思想在东方王朝的爱护下呢兴起，射出反婆罗门教的光芒。啊，那西方的这个婆罗门教主要的仪式就是祭祀嘛。啊，耶柔吠陀已经有祭祀万能的倾向，到了梵书还更极端。啊，祭祀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要血祭啊。啊，渔猎时期的一个遗志，所以演变到奥义书出现的时候，奥义书倒是列了不杀生为德牧之，这个是不是也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啊这个变革啊？啊，所以一旦离去宗教负责宗教专职的婆罗门，自然是不是会受到冷落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宗教师去向天神祈求嘛。我们的因缘业力是我们自己所造啊，回到人来，回到人来啊！所以东方来讲的话，他会重视宗教的实质，而轻视仪式跟慈悲思想的一个啊，就是说他是会比较对仪式比较不那么重视，还有呢，就是慈悲思想的发达，所以他就不会去赞成祭祀万能，尤其血祭，是不是有反啊？有违我们慈悲的思想啊，直接就影响到婆罗门的宗教。那因为东方它本身哈、啊、农业发达，爱护生物的思想浓厚啊，在东方来讲的话，血祭被视为不道德无意义的，所以东方兴起的佛教啦、耆那教啊、哈、啊、阿耆、毗迦外道等等，都严格禁止杀生，禁止杀生啊。那东方摩羯陀这一代的文明有它的特色。哦，所以无怪乎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羯陀这代当作什么，看作异教的地方，所以就不同于婆罗门教了啊、哦，不同于婆罗门教啊、哦。那这个是佛教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哦。那世尊略传啊、哦，好，那这个表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大表的下面这一段了。刚才的大表的第一段是不是就讲的是佛啊到世尊这个时代？那现在从世尊开始讲起哈、啊。世尊，佛陀在世说法45年啊，当然以汉传说49年啊。不过我们还是以印顺导师的著作为主啊哈、啊，免得这个说法不一致哈、啊。所以我们好、啊、就35岁成道，80岁入灭，他在世说法是不是45年啊，都沿着恒河两岸，这个时期称为根本佛教时期，等于是佛教的诞生期，佛教的诞生期。所以大约在西元前476年到西元前430年31年左右，这是不是45年？
啊，45年哈。好，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以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时期哈。以佛法的特质来讲的话呢，它分成5个时段，5个发展过程了哈。第一个呢是声闻为本，啊，声闻缘觉是不是属于小圣？以自我了脱为主嘛，以自我解脱为主，所以当时候佛陀建立了僧团，是不是？佛陀成道，那么成佛了，有佛宝，对不对？佛陀所体验到的佛法，那是法宝。于是佛陀他是不是想要去为众生来说法？啊，到了鹿野苑，度了五比丘，是不是在人间三宝的具足是在鹿野苑哦？啊。那建立了僧团，建立僧团是以解脱为好，以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啊，都是出家修行者。那之所以出家哈，我也经常讲说，当我们去受三坛大戒之前，都会有一个表，有一个问题哈，要我们填表，当中有一个问题说你出家的动机为何？我们大概。90%以上都讲说要了脱生死，要不要？啊，声闻，慈亲割爱，是不是？啊，慈亲割爱，就为了想要怎样了生脱死吧。所以以声闻啊出家众为主的时候呢，大概都是以解脱为啊解脱同归，因为僧团建立僧团。几乎啊，那如何建立的僧团？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去请法，去向佛陀请法。那因为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凡夫，都具有宿世劫以来的什么自性妄执，就是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的这种具身性，会让我们思考问题从自己想起，还是从别人想起？哎，所以我们一旦听说哦有某某圣者的出现，我们要去请法哦，都可以去请法。我们会先从自我的问题请法，对不对？哦，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哈，哦，我为什么怎样？是不是都在问为什么我怎样？我怎样？那如何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哦，所以佛陀纵然佛陀在世。都还是以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因为佛陀说法必须要怎样应机说法，观机斗教。人家所来请的法是他个人的，他自我的问题，佛陀不能说这个不重要，我告诉你的是要去解决大众的问题。哦，因为他没有菩萨道的精神，是很难去想到。当然菩萨道的精神是可以再去挖掘了哈，因为我们这个这辈子的开始难免都会从自我做出发，是我们第七意识本身的那个杂染，因为我们有第七意识的杂染才会再来投胎转世嘛，所以我们一旦有第七意识的杂染，我们就是从自我为主啊。那佛陀是比较顺应这样子的根基啊，所以纵然佛陀在世说法45年，是佛陀的本怀吗？哦，所以导师这里就讲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根本佛教是非常淳朴的。啊，当然不止根本佛教，其实也就是佛法时期。佛法时期，所以佛法时期其实分成3个部分啊。所以导师在《妙云集》里面有一部叫《佛法概论》，有没有？跟我们一般讲的《佛法概论》不大一样。印顺导师是讲佛法时期的。佛法概论，它分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啊，佛陀在世称为根本佛教，之后呢，还和合了100多年，之后呢，部派分裂，啊，部派分裂，然后就来到了西元前50年。西元前五十年，我们就说他大概在西元一世纪左右开始才有大乘佛教的兴起。其实这个差距了多少？500年左右。哎，是不是差距了500年啊？
虽然佛陀时期还是以声闻为本，佛陀在世虽然以佛声闻为本是解脱同归，但是过程尤其到部派分裂是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也就是这里是以声闻为主流，这边是以菩萨为主流，到了密教这边是以如来为主流。这个第二跟第四正好是它的一个从主流变成非主流，从非主流变主流的一个转化，有没有？这是不是倾向菩萨，然后声闻分流了，声闻的力量就慢慢的小，以菩萨道为主了，叫做菩萨为本啊。菩萨为本到如来为本呢，也会倾向如来的什么菩萨分流，菩萨道呢的力量也慢慢变小，而以如来为本，这样有没有点概念哈？声闻为本，所以要记这个，就是一三五是声闻为本、菩萨为本、如来为本，这个是倾向，从这个转到这里，从这个转到从这个转到这里哈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